吃不了吗？下一个没有吗？没有吗？这个惊艳我。否认你的时候，我却和我的兄弟雅各
争抢着在门头中做老大。我爱的其实一直都是我自己的荣耀。主啊，我知道了我们的私心，可你还是束上毛巾，低下腰来为我们洗脚。我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爱来自于甘愿舍己降天。如果不是你把你的爱赐给我们，我们里面永远不可能有力量去爱。Thank you.
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。